现在给大家看到的是 F10-05 的这个节奏机器人配激光焊接机，它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激光部分，还有一个是机器人部分。激光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是什么的是，现在我们这里面的话就是可以就是1000瓦到3000瓦的激光器，再配上1000瓦到3000瓦的冷水机，在这里面。这个上面的这个就是说是激光功率和频率以及它工艺参数的一些控制，就是激光器控制系统。这里面的是电源，就是说钥匙开关、激光器和使人的这个开关的按钮。这上面看到的就是说这个焊接头的这个头嘴。现在我们搭配的激光部分搭配的就是说这个是手持的焊接头，一个是机器人的这个本体，机器人部门，机器人的本体，本体这个是协作机器人 F0，就是1米900的臂闸，5公斤的负闸，这个地方就是负载下来是5公斤，伸出去这个的长度可以做到900。这是本体，这个是塑料器，就是用来控制它的这个操作和编程的程序。这个是它的电源控制，当然我们学习了这样一个扭矩。